Emily 米达，因为我是吉米的粉丝，所以呢刚好信义成品11月25号之前呢有一个展览，吉米的《我的世界都是你》20周年的纪念画展，对，原画展在这里哦。等一下就带大家就是好好来就是回顾一下吉米历年的作品，然后大家就一起跟着我进去探索吉米的世界咯。从向左走向右走，我的心中每天开出一朵花，就是这边有各式各样吉米的系列作品，然后这边都可以拍照。我非常喜欢吉米的画作，就是从以前到现在，家里还有一些他的绘本，超喜欢吉米的。遗失了一只猫，然后还有幸运儿啊等等。然后入口处有吉米创作的大师记，就从他一开始怎么样开始创作，一整个过程。这边有一些装置艺术以及吉米的系列画作。地下铁算是蛮有名的，就是还有被拍成电影。好想要每个都收藏哦。作品是我不是完美小孩，超可爱的。我刚逛完了，就是吉米的20周年原画展，然后立马就买了一本照相本子，他的画作。然后刚刚有稍微问一下，就是画家在不在？但是好可惜不在，不然就可以给他签名了。然后。反正今天呢有看到很多吉米的原画作品，然后也拍了很多照，然后真的很开心很幸福，至少圆了我一个小小粉丝的心愿。如果大家喜欢吉米的话，也欢迎支持他的画作，然后去多多浏览他的画作，了解一下他的作品哦。好的，那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，也欢迎按赞分享以及订阅我的频道哦。